讲解一下这个大枪的基本功技法，叫拦、拿、扎。那么什么叫拦、拿、扎呢？先给大家讲讲这个拦、拿、扎的定义。甭管是你左手在后还是右手在后啊，这个都没有关系。持枪式大枪由你两个手的中线里边往外走叫拦，由外往里叫拿啊，往前叫扎啊，右左手也是一样啊，这叫拦，由里往外叫拦，这叫拿，这叫扎。好了，把拦拿扎说清楚了，那么我现在分别做，先做个拦。拦啊，注意看慢动作轨迹啊，拦，拦拿是慢动作轨迹啊，拿啊，拿扎，连贯起来，拦拿扎，拦拿扎，这个就是拦拿扎的基本方。说这个拦拿扎的用法，对方持枪我也持枪，对方发枪扎我，我往外是拦啊，对方再发枪扎我，我把它拿下啊，是拿。那么拦拿扎不是说我拦完了再拿完了再去扎他，不是，他发枪扎我，我拦完了可以扎他，他发枪扎我，我拿完了可以扎他，并不是拦拿做完了再去扎，做一个就可以啊，他发枪一扎我，哗，我扎他啊，这就完了啊，你看，来再来，发枪一扎我，哗，我拦完了再去扎他，就是都可以，这就是拦拿扎的用法。好，谢谢大家。